请台中市政府是不是要再更这个审慎一点？审慎一点啦、啊！你全家审慎一点啦、啊，王必胜，你出门在外审慎一点啦、啊，不要乱牵人家手，不要乱抱人家小孩啦、啊。哦，看看这个不要脸的家伙，叫别人审慎一点。哦，自己小头都管不住，叫别人审慎一点，你全家来审慎一点啦、啊，你完蛋了，我跟你讲啦。这个调查好、哦，那再做公布，大家好、哦、看看。我看这叫有多恶心！哎，来来来，台中市政府就进行公布。那他当然有原因啦、啊，因为就验出来啦、啊，你食药署验出来啊。你我跟你讲、啊、我差点骂脏话，你不要跟手机关机嘛，这操熟啦、欸！叫嚣的时候不是很大声吗？然后现在手机关机，我看我有没有他电话。想台中市政府一定有他的理由，那我想可能各位记者先生也是再去2024年2月4号这个王八蛋来要台中市、哦、他这个急于公布急什么你急什么急什么哦王必胜讲的、哦、你急什么急啊你急啊对此，台中市政府稍早回应，台中市府六次检验结果一致，坚持把关食安立场。食安是科学，有验出也是事实。不是啦，王必胜啦、啊、你自己才审慎一点啦、啊！来，我看一下，看一下，审慎一点。等，审慎一点，好好好，等，不要急，急什么？好，对不对？王必胜，审慎一点哦。审慎一点啊，别人家小孩不要乱抱啊。哦，哪个家要搞清楚啊？要走错门啦，牵到别人啦，出门在外审慎一点啦，要搞事嘛，管好嘛，对不对？管好自己的身体嘛，审慎一点嘛，不要那么冲动嘛。为什么要那么急？为什么要那么急？王必胜，急什么？急什么？急什么？啊，急什么？急什么？王必胜啦，审慎一点啦，下巴收起来啦，都不见了啦，审慎一点啦，好，你审慎一点，嗯。家伙真是有够不要脸！食品药物管理署也有提醒台中市政府，是不是要再更这个审慎一点？好，那做一些这个调查，好，那再做公布。那但是台中市政府就进行公布。那他，我想台中市政府一定有他。对啊，我想你抱了人家小孩也是有一定的理由啦。哦，你有两个家，你也有你的理由啦。反正你就台湾理由薄嘛，你理由特别多，没人理由比你多嘛，对不对？那你越长越奇怪也是一定有理由的嘛，好不好？反正你准备下台的不会有理由的，好不好？你就准备滚蛋，你王必胜滚蛋，好不好？保证你滚蛋。理由，那我想可能各位记者先生也是再去问一下台中市、哦、他这个急于公布的这个。你先解释一下，你到底为什么要去抱别人家小孩嘛，对不对？你到底要回哪个家嘛？哦，我只想听你解释这个啦，好不好？反正你现在翻车在地上了嘛，哦，好不好？我到底是什么？对此，台中市政府稍早回应，台中市府六次检验结果一致，坚持把关食安立场，食安是科学，有验出也是事实，这是食安处的职责。为求慎重，也反复检测，均有检出阳性，第一时间反应警示，
同时也表明产品业者可依法申请复验，目前剩余的检体已妥善保存可供检验，将待正式接获复验申请后，也会邀请食药署指导共同复验，于四个工作天内出具检验结果报告。有关是否涉及实验室标准品污染导致检验结果出现疑义环节，中市府表示所使用的是21种瘦肉精混合的标准品。对，我看一下，看他在讲什么啊？在我们这个检验的部分，刚刚已经有秀出来，就是它的这个最小的可以检出的值是0.001 ppm 啊，那我们这一次检出来是0.002 ppm， 已经是到这个机器的这个极限了啊，这个我还是要再次强调。第二个就是西布特罗这个东西，这个所谓的乙型受体其实是很少见，那当然它的价钱应该是相当昂贵，我们在人药的部分动物用药都没有在用这个药，那唯一有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所谓的检验实验室作为标准品。那这一次我们其实因为检验值它非常的这个低，浓度非常的微弱，那所以我们食品药物管理署也有提醒台东市政府是不是要再更这个审慎一点，好，那做一些这个调查，好，那再做公布，那但是台东市政府就进行公布，那他我想台东市政府一定有他的理由，那我想可能各位记者先生也是再去问一下台东市，好，他这个急于公布的这个理由到底是什么。哎，谢谢你们提醒我，你这个王八蛋，我们等一下再处理，没关系嘛，我都不管哦，我们一个一个看啊，看你们这些死样子啊，陈廷飞啊还告过我哦，我本来不想找你算账的哦，然后告我呢，告输，告输之后还抗告，抗告之后呢还告输，然后再议，连起诉都没有起诉啊，我都不想笑你，你偏偏要把头拿来剁，没关系，你们这些人哈，我真的本来真的不是很想理你们这些人的。好，就新的一年头，我真的不想要那么早就跟你们这些人算账，好，你们就偏偏要来。那没关系啊，好，一个一个来，啊，一个一个来，啊，啊。没关系哈，来。好。哎，可怜哦。都紧急做抽验，而且用最快的速度把抽验的结果公布于世，啊，让大家也都很清楚的看到。这个抽验的一个清单里面，那针对了包括这一个西布特罗以及其他的瘦肉精类好啊，不低吧，不是要吃三吧，所以台湾以后啊啦，买啊啦，会对于这个猪农的一个伤害呢，是我们所不乐见的，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台中市政府这边呢，可以在过年前。把他们到底实验室的相关的研究方法，以及这一个他们所掌握这个肉片的哈、这个猪只肉片的一个来源啊，以及他们掌握到底这中间哈、的运送过程，到底有没有哪一个环节是出问题的，这要交代清楚。有啊，你出问题啊，你知无意？哎呀，台中市政府无出问题，但是你出问题安尼，你冰车安尼。哇，安尼惨呐！哎呀，讲安尼伤害猪农啊，啊，迄拢无零检出啦，啊，讲台东市政府乌白母啦，啊，但即摆出代志是你咧，哦，你要回事咧无？嗯，玉要出来回事咧无？较大声的哦，你若是要回事咧，就较大声的哦，因为玉人袂歹哦，我无爱甲伊干交，我建议你出来回事咧就好了哦，来继续。台糖在2月3号也已经将他们自行网友好坏，等一下，那个谁啦，鹿，这个嘴巴太坏，鹿说，看来太少吃瘦肉精 ，H2C 说我确定他没吃，
我不知道你们讲谁啦，好不好？你们真的人身攻击。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伽马、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